者黄美珠新埔报道，单亲寒流冷风冷雨摧残梨花。新竹县新埔镇91岁阿公刘世礼发挥数十年种梨的智慧，利用碾洗碗筷加上树袋替梨穗遮风挡雨，好像一盏盏红色的小灯笼高挂在梨园内，成为新埔梨史上头一遭出现的淘奇景象，已经造成轰动，许多人争相询问哪里得见这个有趣又可爱的景致。刘世礼说，他从小跟着父亲一起种高阶梨，现在位于南平里九龄的山区二甲多土地，有一半还在种水梨。他种了两三个品种，其中挑战度最高的风水梨，最怕寒流带来的冰冷雨水和雾气，所以在一月中梨穗开始要开花时，未免影响人工授粉和后续的收成，只能继续用劳力耕田中。不过老人家说，农民收入有限，消费者都想要买到便宜又好品质的产品，所以可以尽量压低生产成本，才有机会接近市场的期待。他说，风水梨不好照顾，传统做法就是替这些梨穗撑伞做保护，以前他也是这样做。但是一把小雨伞成本至少要14元，他一甲多的高阶梨园，300多棵梨树中就有60多棵的风水梨需要这样的保护，换算至少就要3500把小雨伞，成本实在太高。所以跟儿子一起动脑想办法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到或许可以利用碾洗碗筷来取代小雨伞，未来收纳上面也很方便，可以年年反复回收使用。刘世礼说，一包免洗筷有100双筷子，要价只有25元，但能保护200只梨穗，而一包25元的免洗碗共有50个小塑胶碗，可以罩住50只梨穗，固定碗筷用的树袋一包100根只要14元，三者相加保护一只梨穗的成本不到一块钱台币，远低于一只小雨伞的成本。他说，这个方法只是一个尝试，初步看起来效果还不错，但人在试验当中，没想到意外引起话题和爆红，他也很开心。